觉得，哎呀，你里头有点脏的，这点脏的都要把它洗出来，这叫做觉才。到了初步见到，你所见的到什么程度，自己的智慧会觉才，就是说决定性的选才，叫送觉才风。所有善根就会发起，到这个境界才能够有资格是做善事。我们平常做善事，实际上有时候做了善事，我们注意哦，人生的行为很难哦。有时候做一件善事啊，动机是做善事，而所得的果啊是恶果。例如，比如我们拿司法来讲，一个很坏的人，非常坏不可救药的人，他生病了，他叫你困难，你应该帮助不帮助？不帮助不对，一切众生该要做，该要爱，不要说善人要爱，坏人也要做，这是大原则。但是另外这个里头做善事就有觉才风，只不过我把他救好了以后，这个家伙啊杀人感更多，犯罪更大，你看应不应该做啊？这个里头都是觉才的道理，就是那个力。所以啊，受福的人将慈悲方便，我们经常听到讲佛教有两句话，佛法是慈悲为本，方便为门，这是普通人变成中国文化的淑女了，提到佛教就会想起这两句话。但是同样的有个觉才的道理，慈悲生祸害，方便就出下流，个烂慈悲啊，乃是善因而得恶果。方便就给你方便，哎，哎呀，这个事情小错误没有关系了，方便，方便多了，方便惯了，方便就成下流。所以啊，佛法做善事做好人，要智慧的觉才，有觉才风。是到了资量位这个地位，见地与功夫到了这里，乃至位在送觉在风，所有的善根乃资量位，能愿资深根本位果，到了这个程度啊，能够是遥远的这个路程会到达。资深，资就是帮助你，这不就资本的看法了，资助你生出你的根本位，见到。现在我们注意啊，唯识是完全的对，要有逻辑的头脑，分类非常详细。我们现在讲了半天是在未知当知根这个概念里头的，包含了三个三项，分别根本位、加强位、资量位、第三位。与此三位性登五根，意、喜、乐、舍为此根。所以这三位到达了，这个人在甚至不迷信，只有静心起来。是性登五根，包括明了意志的觉在，喜真正得到发喜，真正得到发落了，所以真正能够放下，
维持根性，这个是修行根本的根性。家行等位与好正法，求正求齐，也有因有根，毕竟善根，故多不说。你注意啊，这个维持是非常困难的啊，要逻辑头脑，换句话要科学头脑，光拿网球头脑来不行的啊！啊，你们随便看一点禅宗书啊，可以用网球头脑来看，啊，容易笼统。就维持这个佛法，绝对科学，头脑要调分漏气。什么叫科学？调理、次序、井然，不能乱。现在告诉你，我们讲到五受根啊，这个性根等有五种，是吧？性、精正、业、正、慧，对不对？啊，他说位置当时根的三位根本位见到，见到以后正好修到加行，修到了以后修得有一点基础的资料，这个样子才能够说得了净性。但是性等五根呢，这里提到哪几个字？意，净性的意念建立了。第二，引生了定力上心力上的快乐喜乐喜欢乐，身体上的快乐，所以能够真正放下。再是拿家行为里头做功夫来讲，一口圣法求正求齐，你说到了这个时候修道到这个境界，在我们想象中你说好不好？一定很好，不好。修道的人还有没有忧愁啊？比如我们在座有几位老道友做了几次功夫，你问问他，他还愁不愁啊？忧不忧啊？还忧啊？不晓得后面怎么办，这就是个忧。对呀，叫老实了，因为他有忧嘛，后面怎么办呢？不知道了。所以告诉你，以后生法求正求齐，为了求正下上一路这个道，他还要自己搞不清楚，还在愁闷，有愁的心理，气不安，心里不安，所以这个愁气的心理也属于忧根，心理的忧根。非净善根啊，我都不说，所以这个不需要讨论，只要知道不是净善根。就是说一个人修道的人，你功夫修到了这块，还有没有忧愁这个心理？下意识中间还有这个心理，因为下一步不知道怎么办，到了这一步下一步不知道，不知道怎么办，这个忧根生理很存在。那么有忧的这个生理存在，不属于正善根，不道不说。这个例子，浅山五色有此根在，有正见道常州在府，就收到了十在天以上那个定正感。我们现在大家在打坐修道，老实讲都在欲界中修啊，没有离开过欲念。这个欲是广义的，不是男女之欲，就是说我们想贪度清净，这个贪也是欲啊，要把心理检查清楚，这也是欲。超过了欲界，等道家，比方我们举个例子啊，道家说的炼真化气，
练气化神，练神还虚，到达空的状态，还在宇宙中。超过了这个宇宙以上的，这在这一片光明，深深的化在光明中，这个肉体的身。但是光明啊，地球生啊，在上面成了无色界，无色界有四定，所以四禅八定里头啊，空无边处定，实无边际定，无所有处定，非想处定，这种所以啊，是空间无色界的定身感。去掉色，所以前三种定证的无色在，由此根在，到了这一步的功夫修持啊，有圣见到，因为他的智慧到哪里，有能力自己解决自己的问题，比较兄弟有能力，有圣见到，常修正，依照这样啊。可以依傍这个路子自己慢慢的摸索进去，可以修成功。所以真正的修道修禅是那么细，我们自己了解一下啊，不是那么容易。现在在讲什么所缘之缘，提醒大家注意，哎，我们修道也是所缘缘，我们心理状况想另外抓一个东西，这样在抓，所以也就是这样在抓。我们人就是普通一个话，人下高去爬，水下低去流。每一个人说的人都想自己下降，所以也就是一步一步下降的道理在里面。所以也是这样。所以现在我们恰将来讲到这个地方，见到根本位，见到有三心啊，心理状况初步的啊，在这个以前啊，那三心呢就是无心啊，助心求心，这个是无心，就是说在到禅定以前的这种心理状况初步，所以你们在这个这里禅修的同学注意啊，偶然有一点好的境界或者法清凉法中，你还不是定的，冲击了挨到入心的边缘，进入这个状况差不多，你还没有住，停留住这个境界永远不变的，你还做不到，做到了就是住生，住生的成就了，没有出世什么错，出力跳出来这个无知之感啊，这个，但是这些呢，属于修道人的意志根，见到以后修道一定知道这个路线，啊，可是呢，虽然知道了，在修道的过程，这个观念，这些修理的观念。必须要知道真正入手来修的时候统统修掉，这个道理是什么，就用我们修电机的把修理都了解了，真的这个电灯坏了就变成你那个时候一看，拿个螺丝转啊，这个地方坏了，把螺丝一转灯泡一向就好了，这个时候我们在修理。还有大学了六年那个电机修的修理拿来拿你到了，你说那哪里还要念着半天，想想看这个电子什么，
哦，这个要有螺丝转的，有的时候脱下出来就是这样。这个了半天，我真就看过来，那螺丝一上就是。秋刀也是这样，秋里不懂，不懂这个老土，你会搞出来。秋里懂了，你被秋里困住了，你秋刀不成功，就难了。天下什么事情都好玩，你们怎么来玩这个东西？敲敲麻将啊，在家里啊，没有事情敲麻将，天下是管他娘多舒服啊！那怎么来听维持？真是都上了当。你要收到啊，嗨，高度的智慧，但是到了最后，连智慧都要抛弃，还要有这个气度。修理要懂。到了某一步的时候，他不要这个东西都要去的，啊，这个这道理说什么呢？就是说我们见到的时候、悟到的时候，虽然大事已经、生死已了，根本为自身的根本也见到了，还是没有彻底。这未知的还要当求知，那大会问佛108个问题。我们现在大家出家人带上念佛就108，或者根据这个来让贴成108问。那个什么问题都问啊，乃至大会问佛。太阳光照进来看到灰尘，太阳光里头有多少灰尘都问了佛，他的窗子上有多少灰尘都问了，问108个问题。换句话说，楞伽经能告诉你，一个真见到的人无所不知，所以啊叫做未知啊，已知未知根。所以见到以后啊，要修到未知当知的，是见到以后修道所得的。所以说修禅的人要知道，你看禅宗的五祖告诉六祖，不见本性修法无疑呀、啊，见到以后才好修道，不然你所修的都不是。等于我们盖一个房子，我们大家都想盖房子啊！我也讲笑话，我到去年为止有18栋大房子啊，到了今年为止又有些同学又给我加了2栋，20栋了。大家都说老师，我发了财，我是要给你修一栋，就哦，好大的禅堂。啊，到正月位置又加了2栋，好像我们工程师又加一栋啊，啊，与工程师啊又加上一栋了，好像21栋了吧？啊，这个光说不练没得用的，天朝的把戏啊。所以修道是先练后说。修到了这讲啊，重点在这个地方。或二情为，现在我们讲本文啊，或二情为为其大者，为正法空啊，地切也其就地，说是深空无漏，必该菩萨此根实骨。二情小情道的二情声闻缘觉都属于小情罗汉，这二情中人得了正果到罗汉非救生，必须要回过来发大情声，大情声自利利他，除了小情的罗汉自求自利自了，除自己以外万事不肯管了。其实我们同学里头有好几位，我一看都是小乘根器，
那怎办？啊，但是没有办法，不要紧，给他小心慢慢修嘛。修成功了以后，他在那个小位置来坐久了，他自然受不了。等到三大阿僧祇劫转过了两大阿僧祇劫半的时候，他自然受不了，要回心向大，回过来就大乘。所以二乘人回取取就趋向大乘者为证法空，二乘人说证得到只是我空，任空证到了，还是空也是证空了一半，任空证到法空没有证，因为他把空的证改始终保守到动都不敢动，放掉了这个证改道就完了。等于说得到了清净果位，不敢起生动念，一起生动念清净完了，就是小乘结果。所以你晓得，你得了道的证改，哎，世界法一改都不敢碰，因为你是小乘果，你一碰我们这个证改掉了。大乘是不生不灭，真得到，真得到是掉不了的。你不管你做什么事，因为这样一个行为一做了以后，你说我这个道掉了，功夫掉了，这个功夫我们不要修了，哎，何必上这个当呢？修的成功还掉得了这个道，绝不修。像我的过程，我从来不做这种事，那多麻烦。就是所以，一个真修道的人，贪心最大的。要得到一个东西永远不生不灭，得到了就是得到，不掉的绝对就没有不掉的，那就可以玩嘛。啊，所以说二乘人是证到了人空我空，这个法正改，这道就正改，他不敢再放掉了，放掉了就没得玩的了。大乘菩萨，什么叫菩萨？证到了我空法空，法也空，就是彻底了。就回去大乘，为了进一步求证这个法空的道理，并且菩萨没有真谛，菩萨的改成群体叫谛，菩萨分十谛。小乘的该解叫果，这两个名称不同啊。小乘他正果、初果、二果、三果、四果，菩萨是初地、二地、三地、四地到十地，十地以外才成佛。所以这里讲地切也起就地所舍真空无漏，在菩萨没有登初地以前，但是大乘，你尽管是自己吹牛说大乘，真的大乘，小乘的功夫一定到了。你说我是说大乘的，不走小乘的路子，不要吹牛。你定都不够，九次的定都没有，小乘的定果都没有，你还谈什么？啊，所以呀、啊，地铁也去九地，九次的定，这个九地九次的定。所包含的深空无漏，一切生一切众生我空，在无漏果，这个菩萨此根色果，是他们都是大乘菩萨道。大乘菩萨的哪一个根呢？注意啊，张智慧之根，你就答不出来了。你看拖了那么久还在上面一个范围内转，一个纲要里头分那么多，菩萨戒道也有此根。但是翻过来说，大乘菩萨开始就不走小乘路子，大乘菩萨一戒道张智慧之根已经建立了。但是地切一时求故啊，师从戒道最后刹那
乃至金刚语定所有性真无漏正根就根啊，该是以知根性。大乘菩萨的气派来得大，智慧大，福报大，所以这说地切意识求果，没有真地一切，就是真无法门，刹那之间他就大彻大悟，那一刹那就是那么快，这么一弹指六十个刹那。什么叫真无？这一刹那之间一下就证到了，所以中间这个没有见修的次序，以死求果，这个中间的时间太快了，所以从他菩萨见到，见到以后修道，到最后的一刹那情道，释地菩萨以后在金刚语定，什么叫金刚语？那个定不是我们打坐这个定吗？像金刚一样的，金刚钻一样，在任何地方颠扑不破的，四面八方看到都是发光的。他不要打坐，都在定中啊，乃至在打滚也在定啊，跳舞也在定啊，洗澡也在定啊，随便什么时候跑步也在定啊，就是长城里中跑长跑的时候也在定啊，一边在定一边在跑啊，要第一就第一啊，哪能拿第二呢？那他因为在定真刚已定，颠扑不破的，这是破。菩萨到四地以后，在真刚语定以后才成佛，最后一个定到真刚语定，无妄而不定，那么楞严正所谓楞严大定。结果有人告诉我，哎呀，我碰到个老师在台北啊，我说你学了什么？哦，全无经楞严大定。哦，我说这样啊，我说那一天你再说来，我也向他拜门修个楞严大定。哼，不要乱吹呀！所以啊，菩萨到四地以上，在真刚里边。那么在这个时候，所有性灯无漏的正根，这些善根，离开之间都成就了，都知道每个法门。所以你看佛经不要那么吃力，拿到再难看的经典一翻就懂了嘛。啊，为利于在于上解脱，求净求气也有幽根，非净善根故多不数。小乘的罗汉正道道叫做离欲故，所以小乘的罗汉是跳出了欲债，在实债无色债中，债是上债，在高一级的正改不懂，所以求正法门还有忧愁的心理，不可知也有幽根，非净善根也不讲。就所谓大阿罗汉四果以上，到了无所正改无漏就根的一切该是具足根性。大阿罗汉不同，虽然是小乘啊，他是菩萨正改。所以罗汉分两种，有大乘阿罗汉，有小乘阿罗汉，还有有得神通具足的阿罗汉，有不要神通具足的阿罗汉。啊，有等需要有观无漏而不命力，非后三根。他说到了十在天以上的有等天，三在天人表你们手里要把握住啊！啊，有等天虽然有观无漏，下无漏果里头转一下而不名利，但是啊，并不是到达最高明的地位。必后三根，所谓那这个当知未知根里的后三根不谈。现在到了这一段结束了，二十二根自身居士啊，所以让你们了解我们建立自己的根气。搭好这个根基，一个建筑工程的一样，把根基搭好，这二十二根，他的自己每一样东西分析起来，
他的性能性质只是就这样，是刚才上面所讲这个样子，居门逆举论应字，其他的道理啊，我们本书一切是这论，上面后面慢慢都跟你讲清楚，修道的道理，他就应该自然会知道。啊，我们今天到这里为止。看呐，讲完了，啊，这期算讲完。啊，第七传讲完，为什么先开始讲第七传？为了我们大家这里修禅定打坐啊，那么要认识清楚，不要认为这个无想无念是定，真正的无想无念定是什么？就为了这个目标，所以因此先讲第七传的那个中间。现在今天开始，我们从开头来第一段开始，那么这样容易连接上这个观念啊。第一段比较简，容易了解得多，文字容易了解啊。观念上蛮困难的啊，就是我们修道啊，所以修福要认识清楚了啊，尤其是关于现在研究心理学的，心理学这个科学在今天这个时代进步得非常快，但是始终还没有摸到形而上的道理。那么现在假设研究心理学的同学们特别要注意，所谓心理学包括很广，心理行为啊，心理的医学，现在慢慢心理学要进入了形而上的这个范围去了。关于这个行为思论，在相关的就是我们新出来这个白发明门论，这个必须要连带研究的啊，这种心理学是有密切的关系的。那么今天我们第一段先开始啊，把原文都念一下，叫老师读书的方法一字不漏啊。行为是论传第一段是护法等菩萨造啊，实际上世称菩萨有个，就是无著菩萨他的哥哥做了瑜伽师地论，弥勒菩萨说法他哥哥的记录叫瑜伽师地论，世称也翻译叫天称，天上的天，称起这个称，所以无著天称是两地称。当时在印度这两弟兄影响了很大一个时代，这个无著菩萨他是这个走大乘路线的思想，所以集中了全部的大小乘的佛法，再集中了一切的学问，听弥勒菩萨的笔记造了做了，所谓造古人佛经啊，叫做造，就是具足做了瑜伽师地论。他的弟弟世称菩萨是念咒小乘的，绝对反对大乘，反对很厉害，具足很多啊。后来受哥哥的影响，这个后悔了，因此啊想自杀，就到把思想搞混乱了，一个人拿刀杀人，或者是刀法杀人，杀人百万也是百万，千万也是千万，这修路思想杀人，
千秋万代，这个人的思想的和精神的寿命比他受害太大，因此他要自杀。福州他哥哥就劝他说了一句名言，他说你自杀了不能解决问题，又不能把那些剧作思想修毁毁掉。他说皮子一个人因地而倒因地而起，一个人走路因为我们在有地下所以倒下来，只不过人在太空中不会倒的，所以太空人永远在那里拽不会倒下来，没有地方可倒。人的跌倒因地而倒，要爬起来呢因地而起，没有这个地还爬不起来呢。还你的舌头你的鼻会长大成，因此你认为造了孽自杀来什么用，解决不了问题，还不是利用你的鼻利用你的舌头在弘扬大乘。哎，哥哥给他一劝告嘛，因此啊他就转而去做这个大乘的经典争论，著作也很多。关于这个唯识方面，说四乘菩萨又唯识三十颂，有三十颂。玄奘法师是把这个成为师论有四乘菩萨唯识三十颂之后，专门念着唯识的后世这些大师们的这个精华集中起来，所以叫成唯识论。护法菩萨四乘的后面，那么主要中间的护法的这个思想，这个佛学思想是中心，因此是护法等菩萨道。那么护法道这一个论，也就是解释四乘菩萨的唯识三十颂，加以发挥，在玄奘法师又加以发挥，集中了五种论点。顺便我们提到四乘菩萨跟无著菩萨谈两点兄很有趣的一个故事，后来他们两位年纪活得都不少蛮大的，这个无著菩萨可以改天在人世间做些文化教育工作，所谓弘法，弘法就是佛教的名称，那我们现在观念就是文化教育的工作，教化的工作。晚上他就入定，自己离开身体，所以到斗数天听弥勒菩萨的讲课，早晨出定马上就闭紧。这个后来无著菩萨年纪哥哥跟弟弟年纪大一点，告诉他我要走了要死了要涅槃了，两师兄忧两弟兄忧，因为无著菩萨发愿不是往生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那些都不是，他是发愿往生斗数天跟着弥勒菩萨再来到这个世界上来。那么四乘菩萨说你走了以后是不是往生那里，很多人都是生那里生那里没有证据啊，你总要给我一个消息啊。这个两弟兄就又好，我一定要给你消息证明啊，这个生命地球是有轮回，不是唯物论的，而是证明发愿愿力坚固往生那里是一定有这回事。结果死了以后啊，他讲最慢最慢三个月你要告诉我要托梦，再好不托梦还靠不住，等他打坐着在定的正感里头告诉他，那被梦清醒的多了。后来等了三个月没有消息，
搞等了三年也没有消息，事情不少，怀念靠不住啊，这个活活靠不住，这个修行有问题啊，这个平凉是那么有把握的，一直要等了好几年，五六年以后了，好活过来了。他一见面他就埋怨，他你现在哪里，看我在往生就跟弥勒菩萨那里，弥勒内院，他说你不是我们两个友好给你证明啊，免得你有怀念了啊，不相信他证明，他说你跟我来又再长三个月，他什么，他说我刚刚报到，正好弥勒菩萨在讲经，他说我就坐下那个位置听听，我不好意思他老人家在讲经，我不能中途退席啊，我只好听完了走啊，他说我也很急啊，听完了我马上来告诉你，他说你晓得现在是已经改了好几年了，他的哥哥一笑，他这就是啊，人世界的光阴啊，人世界光阴这是吧，宇宙的时间都是相对的啊，所以我们这里一个月就是这个月亮的月球上面就是这个啊，这个一天啊，就是这个道理，就是附带提到四乘菩萨讲这些故事。那么我们现在回过来第二行的护法等菩萨照具足唐时代三藏法师选装奉教仪，他唐是唐代了，唐太宗这个时代他是，所谓三藏法师大概大家都清楚，不过我们也提一下啊，啊，西游记我们也不小说，干脆把选装法师不叫他名字，叫唐三藏看啊，三藏法师很多不是选装法师，辅经所有的辅经啊分三部分，大部分叫做藏，因为太多的东西归一个仓库一样归类了，所以经藏、律藏、论藏，经律论叫做三藏啊，等于我们中国文化啊归纳叫四库，也根据佛学的观念变过来，四库传书，库就是藏的意思，那四库啊真实子集啊叫做四库，所以三藏就是这个意思啊。我们许多古今以来法师们能够一生通一真一本真一不论，了不起了，如果多通几不真论啊，很了不起了，所以三藏十二部不是十二本啊，这个部十二类，三藏十二类啊，十二部多通的才够得上请三藏法师。所以你们讲禅宗，古代禅宗的祖师，尤其在印度，每一位禅宗祖师都是三藏大师啊。所以说禅宗不要拿六祖来做标榜，一个大师不认识也可以悟道，所以我们也不要左书右奔，又想打打坐可以悟道，不要以六祖一个人，六祖以前无六祖，六祖以后你也不是七祖八祖啊，所以啊好好努力啊。三藏法师啊是这个道理，所以我们在中国的佛教史上，三藏法师不是选择法师一个人，好几位都是三藏大师，很多以选择法师最出名，在佛教里出名应该啊，可是在民间也很出名，那不是靠佛的关系，靠西游记啊，靠西游记的作者武承恩的功劳啊，连这个三藏玄奘法师的没有的徒弟
无中生有的徒弟孙悟空都连带出大门啊，这都是小说家的力量。所以我们民间都晓得唐三藏，不晓得他的法门叫玄奘啊，玄奘是他的出家的法门，在家他是圣僧没有错啊，耳朵东那个城啊，玄奘法师属家圣僧的奉赵一，古人排这个字啊，你看中间空一个字，为什么叫奉诏？诏就是皇帝的命令，诏书。因为当时的翻译业是唐太宗下命令为玄奘法师开了一个大翻译业，集中千把人修改。那么当时不大中国印度乃至波斯乃至浅生天主基督教的浅生老基督教整教啊，整教啊，还有一个显教，这教就是啊犹太教啊，写字下来这个显教啊，不是妖的啊，显教化符念咒，现在有些化符念咒的都写着，还有摩尼教啊，摩尼教那也回教的另外一教啊，另外一个派，这些出家人很多。同时玄奘法师也帮忙他们整教写教的整个也办啊，比如我们现在还要流传的摩尼九坤经，就是摩尼教的整个，一般人以为是佛教的，错了啊，摩尼教整个里头也有很多的这个形而上道的道理，也有很多修持的方法。所以我们民间有些佛教的庙子有些方法实际上是打得很厉害，打得很厉害的啊。同时玄奘法师也把我们自己的中国文化老子庄子等等又翻成梵文送到印度去，可惜这些资料现在都没有。所以印度后来以前就是又把这些思想这些理论乃至后代的有些密宗从玉切这些理论，还是受了玄奘大师翻译过去老庄的影响也蛮多的啊。这个所以要尤其是我们佛教这个出家在家的同学，这些教史方面跟文化是有关，要深入研究啊，不然都搞不清楚了啊。所以这个现在经典上应的还是叫老规矩，唐三藏法师选叫奉诏一，他翻译，实际上他一边翻译一边加上自己的观点，不过他不乱加，非常慎重。所以玄奘法师在翻译又给你们念成评一评，有个名念，他翻译的文字啊没得办，他这个等于啊母亲为孩子一样。我们现在晓得我们小的时候都是这样给妈妈喂大的，那个时候没有炼乳还才来呢，没有奶粉更没有奶瓶，母亲如果没有奶都是嘛饭嘴里头自己咬，咬得很细，等于就是都变成浆了，拿嘴对嘴喂过来像鸟一样啊。古代的母亲带孩子都这样带大，所以我们文化里头讲
对父母的孝顺叫反父之恩，这个反父就是尿一样啊，一个这个母亲尿的父母亲喂孩子东嘴对嘴喂他吃的，像我们像我小的时候母亲喂我，我还深深记得就是这样吃的啊。当然这个时间难短，口日旁边啊，这个反复就是这个样子啊。所以玄奘法师说翻译啊，百分百的高明，百分百的准确，他就像母亲哺乳一样，这个喂小孩奶，那些好的营在嘴里咬，咬了半天，咬细了以后，那个好的营养十分之七已经到自己肚子去了，虽然不想吃啊，想给孩子吃，可嘴那么一动一动，那个营养跟到口水啊已经流到胃里去了，他所以孩子能吃到的好的营养也不过十分之三啊。他就掰一点百分百再好的再种出啊，那个味道那个精华也不过十分之三，做不到百分百的翻译完全种出。这是玄奘法师的名言啊。我们看到现在人修了几天外文啊，中文也没有搞好，然后就翻译翻了半天啊，大概那个稀饭也不是饭，菜也不是菜，牛奶也不是牛奶，不晓得什么东西了，豆浆也不是豆浆啊。啊，这是因为玄奘法师这个翻译有这个翻译的道理，我们讲到这个话，这些话出在哪里呢？你必须要看玄奘法师的本传啊，乃至他的大唐西域记，不是西游记啊。除了西游记是有两部书，除了一部小说以外，还有真正一部西游记，这个西游记是道家的书，写记在元朝，记在西游记大唐西域记载，还有一本西游记，西游不是小说啊，那是元朝开始啊，道教因为这道的所谓龙门派的神仙道人邱长聪啊，到新疆以外给请复辟这个请吉思汗见面，请吉思汗派人来请这位有道的这道的邱长聪真人在印度的边境，不印度的边境见面，那么跟到邱长聪僧人去的弟子们一路上的记载，有山东众生一路经过啊，这个北平一路到甘肃啊，一路出新疆，一路经过蒙古啊，一路经过这个沙漠，一直追成吉思汗的大军，一直追到了印度的不印度的边境，他们在见面啊，因此啊这个记载也叫做西游记。这些都是很好的文化里头的古代的研究地理研究宗教史研究文化史的发展，研究一个战乱时代一个大宗教家教育家影响了多大一个时代。也就像邱长聪当时在山东，那不是属于可以说不是属于宋朝的人啊，那是受金国的统治。那么成吉思汗元朝那个时候开始力量还达不到山东，山东这边是金国，长江以南是南宋，西北方面还有夏国，都是国家。这个成吉思汗听说这个邱长聪有道之士，非要请他去，要想皈依他，
求神仙之道，那么就派大使通过了夏啊西夏，那个叫西夏，在外交关系到中国请酋长走，到西北见面。那么酋长从那个时候南宋也请他到南方来，他不来，到去西夏也请他不去。至于那个时候统治了占据山东的金国请他也不去，一接到成吉思汗的邀请函，马上答应要去。一般弟子们大家的哗然，很奇怪，这个透过这个战争战场，经过两三个战场都困难，为什么要到看这个一个蒙古人成吉思汗？南宋各地的政府请你去，马上就我说的不去，他说非你们所知啊，你们不了解。他就看到未来的大事成吉思汗会统一了，实在统一了当时的中国，他就有神通早知道，那像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生命财产不晓得要死多少，他非要去过。所以跟成吉思汗来一见面，成吉思汗向他求道，他说这个道啊不是你不需要问啊，你只要说到人，你知道少杀人就是道。成吉思汗很佩服他的话，拜他为师，就告诉他万一将来我统一了中国乃至统一了中国的中国，他师父你有什么要求？他我有个要求，你要现在给我来定了契约，所谓丹书贴卷，古代那个契约啊，皇帝一块贴上面唱了字啊，打成一半两个拼拢来就是一块文字，丹书契约啊贴卷，那我们要签字，以后万一你的部队打到中国成为中国，用我酋长从这个教门，所以后来叫做龙门派的道教啊，北派的道教，只要门口贴是龙门派酋长从的弟子，统统不杀。成吉思汗就是这样的，我们定了契约啊，所以不到后来忽必烈统一中国乃至元朝的部队蒙古的部队打到中国来，北方从山东好几省所有老百姓门口都贴了道家的标记啊，龙门派的标记，这些蒙古骑兵一看到把马头一拉就走。你说他这么一做啊，保存了多少生命财产啊，这个都是我们所谓修道念着文化教育的人值得效法值得注意的地方啊，一个成就人的力量，这就叫做啊多人就是救人啊，他眼光早就看到。非常奇怪的，这个成吉思汗后来在西征的路上，他已经回来在北征了，所谓北平啊，过去也称北征。这北平有个道家的丛林大庙子天下叫白云观，那就是元朝专为酋长重修的，很大啊，道家的丛林，出家忽然也可以去挂单的啊，这个道教的人到佛家挂的，佛家道两方面都会互相挂的，那么专为酋长从修的盖的啊。等到成吉思汗在西伯一死的时候，酋长从
正在洗澡，突然感觉到不对啊，一看仰头一看天，他马上很快洗完澡出来，叫徒弟拿衣服来换。徒弟知道很奇怪，他说什么意思？他说那一个人他也走了，我也要走了，就裙子湿汗湿了，他也马上就是打起盘走，也就死了。那像这一类的故事啊，非常奇妙，很有意思的故事啊，这都是我们历史上有名的记载。可惜大家因为读书不多啊，这些好的地方在正史上啊，古代的历史都是儒家做的，把这些重点都拿掉了。这次我们讲到玄奘法师引出了《西游记》，因提到《西游记》而讲到道家的真正有一本书叫《西游记》，因讲到真正的《西游记》而牵涉到酋长中成吉思汗这个历史的故事，复杂的文章啊。现在回过来就这句话，把玄奘法师翻译的这段解释完了。节奏慢，宋啊，接于宋，当于中国所讲的诗，都把很多的内容浓缩起来，归到这个一个接送。那很多的内容浓缩起来归到接送，这是叫做诗啊。那么第一首几首为诗圣啊，满风清净者，我等施彼说利落居有情，这是古代中佛教里头的规矩，也就是礼节，也就是戒律。这种戒律是礼律礼戒，是礼啊，规矩的礼貌。菩萨们后世人具足啊，绝不随便。所以等于我们文化，孔子以后一切的著作都用到子曰的代表。所以孔子是总老师，万世师表，不讲后世，后世切古文章一大抄抄来。不过我们小的时候受的教育抄有问，切古文章一大抄，也可以说切古文章一大偷，你抽得好抽不好。不过我们那个时候做文章偷手啊，老师们的传授有个规矩，引用什么样的说话，就是书中不说一定要举出来，给本文里头就带出来。因此还叫做书外东不约啊，虽然说没有举足权的问题，道德问题，都是因为别人的好东西我们引用到，这个人家的好不能掩盖了，不能偷来。如果说引用古人或者平辈朋友的东西没有举出来，我们当年的老师们看到要骂你，认为丢人，偷偷可以啊，要举出来。去做诗嘛，我们假设做的是四句诗里头有一句啊实在做不出来，而且认为就古人一定做过的比我们好，可以用古人的句子，但是下面一定加两个小字在旁边，借用，就是借用中部句。不像现在的人，现在人引用别人的文章，引用别人的思想，当然不肯去，最好把你那个原书本领都给你抹杀啊，然后全盘教抄，抄了都是他这些东西。那所以你们讲到文化的复兴，文化的这个振兴，文化道德观念，过去的著作，我们一般人都是一辈子的经验在写一部书。所以你看子书拿出来，万古不能变动，他一生的自己居住了摆在那里啊，
所以千锤百炼。啊，不像现在的人，今天写一篇文章，明天自己要推翻了，不知所云，为了稿费。这些都是写文章文化道德问题。我们谈到文化复兴啊，这些观念首先都要有个了解。那很多我们不做专题讲演，重点讲到这里。为什么讲到这里？你看我们护法菩萨给玄奘法师的精神，基础为师圣，基础就是真理，就是头磕下来叫做基，手就是头，头磕下来，在我们古人文字叫基商啊，商字旁的一个业，也就是磕头。是那么你们现在叫真理，先定理，定理什么？释迦牟尼佛、弥勒菩萨都没有。你看啊，把宗教的衣服、外衣统统拿掉了。换句话，磕头崇拜什么真理？那我们现在观念来看，说举手为师圣。以前华严经上所佛说的。啊，三界为圣，万法为师，宇宙万物既非主宰也无自然，因缘生法啊，这个一切都是心识的转变，所以物理世界也就是心识转变的一部分。所以说举手为师圣，满分清正教，那些一正成了明心见性了，那就是佛了，菩萨了，满分圆满清得到清正圆满，就正得涅槃的人。那我们拿佛经的宗教的味道来念呢，就是举手十方三世一切诸佛，举手十方三世一切诸大菩萨啊，或者举手十方三世一切圣贤，佛经也有这种句子，一切圣贤就包括了不止佛教了，凡是得道的人，不管哪个教主，属于圣人贤人之列，一开举手顶礼。可是在唯识中观般若的境界里头，他不是这样，即是唯识性满分圆满清净，诸佛菩萨都在内。我真是比说，我现在做这一本书解释，比就是他，这个他不一定是佛法菩萨，也不是一定是世亲菩萨，这个他总的一个抽象的代表，就代表讲出来一切为万法为生，一切为实为实的这个真理。我真是比说利落具有情，为什么我要好喜欢具足这个经典，不是出风头，不是好高骛远，利益一切众生，使他们得到安乐，一切有情的众生。那因此我要动手了写这个文章，不是我为了出风头啊，为了好命而做这一部书。那么这是一个可以说他的开经节剧作的前面，那么这个下面的原文，所谓刚才讲叫三藏十二部，十二部颂是一部，原文把这一个浓缩下来的内容叫做颂，是属于一部分，十二部的一部，变成经典的文字叫做长行，一行一行的，
禅行，这个禅行又是三藏十二部的一部。禅行就是发挥浓缩短节的内容，所以真照此论，位于二空有迷惑者生净盖故。那现在我为什么具足情味是论，就是以白说佛的二空有不了解，他执迷不悟，迷又错误的观念，要使他们知道修行之路，使他们得生境界，很真切的见解，因此必须要写这一个书。也就是说，古人的一个著作非常慎重，问这个著作流传下来有没有价值，对不对得起人，不能害人啊。所以有人一生的文章啊，不轻易随便写。其实我们要写一篇黄色的文章，写一个随便什么小说，很叫做可以发大财。念空在古人从此都不写，他印象人很大，这个罪过因果背得很大。这古人写文章居住是有这样慎重的精神啊。第二点，这里讲到二空的问题。什么叫二空呢？就是我空法空啊。我们为什么说佛修道不能成功呢？第一个，去不了我空。比如你们打坐也好，什么都晓得讲佛法的空啊，你空得了吗？啊，你们三天不吃饭，肚子饿得要死，你是空的，不觉得饿了，你空空看。当你夜里睡眠睡不着的时候，你空的要睡就睡，觉得到吗？是累死了，要不睡就不睡，空的你空空看。这个还不是我空啊，真空都空不了，真空何况真空都做不到，哪里还能够做到我空呢？修佛成道，打坐修道，必须需要得证得了真空。真空了不一定我空啊，因为你身体坐在那里没有感觉了，你说忘了身体，但是你还有个清净正盖，那个清净正盖有数字，那一点就是我，就是我执啊，那一点。哎，你不要贪便宜嘛，嗯、啊，就是我执，那一点就是我执，我执没有去啊，那我空没有证到。即使证到了我空，还是小乘的结果。小乘最高的果位，不过是个小乘罗汉而已。只晓得空，还不晓得有。在禅宗呢，有个名称我跟你们讲过，叫做单板汉，背开为板子在走路，只看到空的一面，这一面看不见它，只看一边，叫做单板汉，就挑一个板子走路。小乘的罗汉啊，这是我空。那么为什么呢？小乘的罗汉抓住空不敢动，不敢起心动念，躲在空里头，认为是就证涅槃，把空的正盖造成就证涅槃，永远不敢起心动念啊，不敢再来这个人世界，人世界太苦了，不敢再来。但是他也躲不掉，有国际警察要把他抓来。这是什么呢？那是业力，
所以大阿罗汉进到了大阿罗汉我空空的境界，一定八万四千大劫，一定八万，那个地球坏了又成立，坏了又形成，不要经过多少次啊，他还是要出定，一出了定，不回心重生受大清失踪不就这，还是受年里所欠，是小情的结果啊。实际上罗汉证得了真空，你说我们已经不得了，注定八万四千大劫，我们想有小乘根器的人不管了，将来再说大乘可以，这多八万四千大劫多好呢啊，缅甸呢天天说呢公共汽车赶得就很辛苦了啊，多人里头不要动，赶公共汽车也不要煮饭多好。你要晓得他真正注定了八万四千大劫，一旦之间真正注定了，不忘了时间观念，也不会走到这迷糊了一下，哎呀就过了八万四千大劫啊。等于我们睡眠，你看一个人夜里睡五六个钟头，你自己走到这一下下就醒了，这个中间没有时忘掉了时间了啊。所以我们并不需要羡慕他一定定八万大劫有什么了不起，不过也是起不了而已啊。就是讲我空，因为罗汉证到了我空，关于我空的境界舍不掉，所以情愿在这个法执里头，大乘的菩萨必须证到我空以后，还要舍到了法空。这个理论我们都知道了。那么可是呢，什么叫做空，这是个问题啊。所以有金刚经，金刚是般若，复过世以后七八百年之间啊，六七百年之间，龙树菩萨出来也建立了密宗的系统，但是密宗还不算数，最重要是建立了大般若空中圣空，和大般若经、金刚经乃至我们念的心经，这是龙树菩萨所建立般若系统。是不在就讲净空啊，可是要龙树菩萨以后，这个佛教一般修持的人把空的见在等说净在空的果位，就入了很多的偏差空果，因此很多人修道的人一打到空的境界要自杀，不想活下去。那本来空了，这个生命活到多余，这个世界活得好痛苦，这就是没意谬之见错误。换句话说，般若所谓讲空，金刚经一路讲空，什么叫做空，是空啊，搞错了，我空法空，理论晓得讲什么才是空，后世的修复的人在这个空上面的观念错误，生了迷糊，生了谬见，错误的见解。他现在为什么要讲唯识，不讲空而讲唯识的有呢，为了这些的错误生正在过，生出来。那么跟到这个文章，生在为断二重在乎，为什么在唯识说正在理解的在，讲到在字，我们晓得
中国的腐朽分类，一个人有学佛四个阶段，信、解、行、证，啊，也就是教、理、行、果。所以真正的修佛的人必须先要念着佛经，把理论先搞通，再来理论搞通了，教教就是理论，佛的真教通了，再得正信，你就得相信了，有这个事情，然后生出自己的见解上的正处，观念正处，见解就是观念，不要搞错了，那么就可以起行修行，修行就可以正果，所以性在行正见在要如此之重要。这个见在怎么来，正确的见在就是理论要通，在禅宗呢就首先从见地，不叫见在啊，见地不对啊，你所有的修持都是错误的啊，我们先休息一下啊。基础下来，就是说，我们修行啊，先要有正确的认识见解。这个见解认识有什么重要呢？生解为了断除两种最重的障碍。就是说我们不能成道，就是我障发障啊，就是发障，就是说一切主观成见认识上的障碍，由我法之二障俱生，所证二空呢必障俱断，断障或者二性果故。他说这个我们之所以不能懂了很多佛经的理论，不能证道，不能成功，都要有我执与法执，执着抓得很牢，这两种障碍我们不能证道，是二障俱生，与生命俱来，只要有生命俱非常完整的存在啊。那么比如说我们只要一个婴儿一怀胎了以后，他就有我，这个我就起来，那么他就形成了他的过程，过程就是主观，这个主观就是法执，所以我执与法执要什么时候断取成道呢？必须要证得二空、我空、法空，那么这个障碍才能断去。这个障碍在普通的佛经里叫做什么？我执引发了烦恼障，一切烦恼由我而来啊！一切烦恼由我而来。法执用我们的知识来，是法执是所知障，没有成道以前所知越多障碍越深，因为我们普通的习惯知识以先入为主，谁都免不了，先证来那个观念抓得很牢啊，譬如一个学心理学的人，他的其他的东西他都拿心理学的眼光看，一个学哲学的人都拿哲学眼光看，譬如我们现在讲有一种病态执念病，他习惯了先入为主，所以这个两障碍，烦恼障与所知障啊，是我们修道障碍最大的动力。
古人对这一点也变成文学了，中国文化是明朝人有一个对子啊，啊非常好，欲去欲去烦恼虚无我啊，一个人要想去掉了烦恼，就是达到无我境界啊，要求烦恼虚无我，不由前因莫见人，人世间哪一个人好哪个人坏，不由前生的因果带来，不由前因，不见莫人家，不妒忌人家啊，这有句烦恼虚无我，不由前因莫见人。就是讲到二将的断去，断去了烦恼障、所知障、我障，我知障碍与法知的障碍啊，这个啊，你记得啊，要这样啊，你应该帮个忙，对了啊。啊，断除这个障碍可以得两种最好的果位，有断俗身烦恼障故竞争解脱。我们学佛说得道悟道，为什么得解脱？所以这一点我们特别要认识清楚啊。所谓你们打坐修道，不管你修哪一种，为了解脱嘛，人生都是束缚在那里，困在那里，解脱不开啊。毕竟他我们做宗教的人希望往生天堂，因为在这个世界给他束缚得很厉害，想跳出这个世界，另外到一个环境，这还是求解脱一种方法啊。所以说佛呢，解脱求得解脱，那么他怎么样求得解脱？不是说你练气功啊，气脉通了，气脉通了，不过这个肉体上的健康越是解脱更困难哈，啊，这个怎么样才能够求得解脱啊？要般若智慧，所以真正的修复是智慧之修，不是名声，更不是功夫啊。所以解脱般若啊，要解脱啊。不是，因为解脱了，智慧是自己解脱了，才能够证得不生不灭的这个法身，非空非有，不生不灭的法身。嗯，你要帮忙写呀、啊，没你自己做笔记的时候了，啊，而且要看到我，哼，啊，解脱。般若法身三样缺一而不可啊！譬如你们打坐修道到某一种境界，问题解决不了，就是般若不够啊。因此你被那个境界困住了，就不再解脱了。要想正在法身，必须要解脱。如何求得解脱？必须要般若，三样缺一而不可。所以说我们只不得到总出的境界，这里所讲境界就是般若智慧的一种真正的智慧，要断掉了虚身，我们后来的烦恼不来，不及时来了。这个文字要注意啊，它翻译的文字太简练了，一搞不好你就会念成有断续生，也可以
但是规规矩矩的你要断，断掉了其实后面的不计出来这个烦恼障故，因为这个原因故事不放在下一句，放在上面啊，要断实行烦恼障故，正正在头才能够进到了真正在解脱之路。在解脱了就清净了，执着了清净了，还是法执没有错。所以解脱之道只能是小乘的结果，小乘罗汉的果位就是解脱的结果。所以我们讲到戒律，所以出家人的比丘尼戒在教理上称为别解脱戒。因为为什么要出家跳出红尘？为了解脱这个世法，特别的别啊，别特别的啊，别解脱戒。就比丘在比丘尼在都是别在脱在这个别就特别意思，就特殊一个解脱的道路。所以在中国佛教比丘尼在以后必须要受菩萨戒，菩萨戒不特别，在世间就可以出世，就可以在解脱啊。所以那个属于别解脱在里头啊，正解脱。所以这些小乘的在几乎是解脱，当然还得纠正，因为小乘几乎解脱了，解脱我执，不过是净道我空，但是那个清净的空的境界他解脱不了，这个法执还在，必须要再转这个清净空的手指掌。所以有转外在手指掌过的打破，再进一步断去了外障碍了真正智慧的见解。我们什么地方障碍了自己不能成道呢？所知障，自己说自己认定这个就是这个。所以尤其现在听见啊，说服的很有意思。你想想，我们从前当年没有这种情形，现在听见跟他哎，老师啊，你那个意见很不错，不过我认为，一听这个话。在不过我现在也很习惯了啊，在当年我们的那就是两个耳光就给你甩过来，就叫你滚蛋了，你就在认为你去了不要问我了。但愿此情